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无忧，我今年21岁，来自中国福建，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，是 CNA 真的是一个非常阳光并且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比较想成为这个护士助理的这个原因。然后我希望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这个学校，这所学校有很多会帮助你的老师和同学们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，所以说谢谢大家。